们是来自厦门快递物电子有限公司的。我们呢，在这个平台跟环球资源这个展会来说，我们都是一个新来者，啊，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环球资源这个展会。首先呢，第一个非常感谢环球资源对我们的支持跟帮助。那我们也是因为说，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做这个民用产品，我们公司原来一直是做专业 KTV 领域的产品。今年是第一年开始做这个民用产品类的产品，所以说我们来参加这个环球资源的这个展会，希望通过环球资源这个大的平台，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买家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，在这个方面上呢，还是说环球资源的整体的这个品牌影响力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最看重的，啊，各路的买家通过这个平台，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地方，啊，大家互相之间有个很友好、很快乐的这个交流的环境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很看重环球资源的一点。另外一个，环球资源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比较认可的，包括环球资源当地在我们厦门的业务员来说，也是我们这个比较认可的，啊，也很辛苦，也帮助了我们很多，所以说我们愿意来跟平台一起来成长。环球资源的买家，我觉得有几种类型。第一个，它的范围比较广，啊，它是来自全球，可能很多个国家、很多个地区的人都会来参加这个环球资源展会。那原来的我们参加过的其他展会，可能它的客户群体来自比较单一，比如说以东南亚为主吧，啊，没有涉及到其他欧美这些地方的买家会比较少。另外一个呢，环球资源这个来的这个买家呢，专业水平比较高。啊，他们都是一般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买家捕手，啊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，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。为什么说我们首先一介入的时候，我们就做成为你们四星的一个会员哈，啊，是一个这样子。因为我们觉得，既然做了，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它做好一点，哪怕是投入大一点，我们也希望说收获能够大一点嘛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四星可能在享受更多的服务上有一定的优势。这对于我们新进者来说，我觉得我们是必要的，啊，这是也是其他的一些平台的会员给我们分享的一个经验吧，可以这么讲。那线上，因为目前我们来说上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我们捕捉的这个数据量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对这个平台，很有信心，很有希望，也同时希望说，能够继续得到环球资源的帮助，我们把它做得更好。